PCR 方舱实验室是新型建筑体系，一体化设计，工业化生产，排套设备式交付，具有占地面积小、安装要求低、污染风险低、安全级别高、移动应急性强，可在无能源情况下将方舱就位后启动自带能源供给系统，一小时内开展实验检测，严格按照标准 PCR 实验室4+2进行分区，各实验单元均配有可开启密闭式透视窗，让实验空间更舒适。可视化环境安全保障控制系统，可远程实时监控实验室压差、智能化杀菌、温度、湿度等重要指标，遇安全风险时自动报警。试剂准备室主要用于试剂的制备和贮存、试剂的分装以及主反应混合液的制备。样本制备室主要用于核酸、RNA、DNA 的提取以及贮存扩增反应管的制作。核酸扩增室主要用于将待检核酸序列进行扩增。产物分析室主要用于扩增片段的分析测定。洗消室将方舱内所产生的污染物、废弃物进行高温消毒后再带出方舱。独立设备间高度集成了能源供给、供电快带接口、发电机组、主电柜、智能控制柜、供水快速接口水、净水储水箱、废水收集或处理、新风系统、空调主机、废气处理排风设备。方舱就位后只需与舱体能源快接后或启动能源自给系统，无需再进行复杂的线路搭接。